这是我妈妈存的，九五年的入台证，这个是必须主要演员才有。如果二十五导演员，大家就是一个集体，就是领一个条进来。哎，我没有这证，说明我不是主要演员。不是，哎，我们刷脸的人就不用证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腕儿，他们没人那个。这是16年的。这个为什么叫林芳红？我身份证名字叫林芳，我们家东方红。哦，对，林一轮是艺名，三兄弟。对对，你看这每次就是先拍好剧照。 所以你看，这全是演出的剧照。哦，完了，在当天发放给所有入场的观众，啊，节目单，完了各地的那个报道都是报道春晚的。哎，我这报纸都是我妈收集的。哇，老太太有心了。对，就是您家里存多少东西啊？这春节联欢晚会今晚拉开。 帷幕，这个是95年，对，广东的报纸报道，就是全国各地都要报道。哎呦，哎，那时候拍照，你看都是这样的。哎，那时候都是这样。你看我跟华仔，流行就是流行，都是这种，都这么年轻啊，爸啊，这是瓦萨，哎，这不是，这来了，大橘黄来了啊，橘黄，大橘黄，这个利用率绝对高啊，就现在这个。